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嘉國，半島浩庭分行 Jacob。今日咧同大家咧嚟睇一個紅磡區啦，咁就一個貴重嘅物業維港星岸。項目由四座住宅分層大樓及九座獨立屋組成，合共提供321個單位，分層單位全部採用3至4房嘅設計。即刻同大家睇下三座高層 B 單位，實用1327呎4房雙套嘅設計，大廳方正實用，空間感十足。維港星岸亦係紅磡區罕有有露台嘅設計。景观开扬，更可以享受维港烟花景。嚟到主人套房，左手边是一排衣柜位。去到内笼不需要摆衣柜，摆张 king size 的床都没问题。主人房景观同样是可以望到维港的海景和会展的烟花景。主人套次是名次的设计，双星盘有浴缸有企缸，细套房同样方正实用。套次干净企理，亦都是名次。我哋再睇埋两间客房同埋客次。最后来到厨房 ，L 型的设计，末端有个工作的平台，整个厨房都很好用，储物空间亦都很充足，而且有蒸炉、焗炉等等，厨具方面亦都创了国际的品牌 Mila。系啦，如果大家对以上的单位有兴趣啦，咁都欢迎咧揾翻我李嘉國，红磡区半岛豪庭分行 Jacob。系啦，我哋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